欢迎收看107年6月1号的港都新闻，我是洪静怡。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高雄市将在今年7月率全国之先启动强化社会安全网政策。代理市长许立明表示，市府将整合警政、卫生、社政等单位，并且成立单一受案窗口，让社安网服务更加完善。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南下高雄，和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合体造势。侯友宜还拿着萝卜和韩国瑜的秃头相比，大赞萝卜退火解毒，呼吁乡亲力挺韩国瑜这颗菜头。距离高雄最近的海滩就是旗津，美丽的海岸风光吸引许多喜欢海上活动的玩家前来。在旗津指定为观光区之后，民宿业者引颈期盼这股观光商机。港都热话带您深入了解。首先带您看到强化社会安全网地方政府沟通说明会一号在高雄登场，代理市长许立明表示，市府配合中央整合警政、卫生、社政等单位，成立单一受案窗口，将在今年7月率全国之先启动强化社会安全网政策。强化社会安全网地方政府沟通说明会一号在高雄举行，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以及中央各部会代表与代理市长许立明、学者专家等200多人齐聚一堂，为了推动强化社会安全网政策进行意见交流。在这边当然也要附带提到一点，我们当然更期待中央未来在经费、人力，甚至包含这个资讯网络，那专业社工员、社工师的这个培训上面，多于这一个长期性的这一个支持。许立明表示，市府配合中央强化社会安全网政策，去年10月积极整合警政、卫生、社政等单位，将在7月首创全国启动强化社会安全网政策，让社安网服务更加完善。高雄市政府其实为了配合这一个中央，我们来强化社会安全网。其实我们从去年的10月，社会局就非常的积极，我们整合警政、卫政，那跟我们的这个社政单位，然后去盘点我们所有的人力跟经费，整个计划已经报上去，那只要等卫福部这边核定，我想高雄市会率全国之先在7月1号就开始正式实施。许立明表示，目前高雄市拥有14个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数量居全国之冠，明年将会新增苓雅以及新兴社福中心，期待透过分散普及的社福中心深入社区，强化社会安全网工作，进而关心社区内的弱势与特殊家庭，避免社会憾事再发生。港都新闻林庭阳、洪静怡采访报道。为了打赢年底选战，国民党出奇招，由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南下高雄，与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合体造势，形成北神探南菜饭的有趣画面。侯友宜还拿着象征好彩头的萝卜跟韩国瑜的秃头相比，大赞萝卜退火解毒，呼吁乡亲力挺他这颗彩头。一下车才短短几步路，南北两位市长参选人就被支持者团团包围，送上热情的支持。好不容易才走到市场入口，支持者欢呼声不断。一位是破了大案子的大神探，一位是在青菜水果堆里打滚的菜贩，两个人都在市场里长大，也都从南部到北部打拼过，年底要一起面对选战，侯友宜送上基金给韩国瑜好好补身子，双雄合体希望达到加成的效果。那我们侯市长是警戒铁汉，我是一介菜贩，我讲即摆北神探南菜贩，我们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只有一个心，好好为土地来打拼。台湾人民过得太辛苦了，看到伊伫高雄咧打拼，面黄肌瘦，三八八啦，我第日就想敲一个基金来给伊啉一下，来甲伊报一下，我头仔基金已经送去。你的兄弟啊，你都爱纪念吗？哦，一定爱纪念。支持者还送上包重的粽子，以及好运旺旺来的凤梨和好彩头的萝卜。侯友宜突然拿起萝卜和韩国瑜的秃头相比，大赞萝卜有丰富的维生素，又能退火解毒，台语又称为菜桃，呼吁乡亲力挺韩国瑜。个人的歌咏会当消费气度，所以伫遮落地生根来照顾咱歌咏区市民，这种极好的人才。接惹到的，接赞的，咱要甲听一下，要甲听一下。咱南部人是讲这个开口尔，接拍拼的接地气的，
要出来选的市长候选人，咱一定要甲徛做伙硬条条。最近香蕉和凤梨盛产，价格惨跌。韩国瑜和侯友宜在市场前大吃香蕉，希望为香蕉、凤梨促销。接着进入市场内拜票，两个人一一向摊贩握手，获得热烈回应。由于苓雅国民市场临近市府四维行政中心，韩国瑜横扫市场，展现入主市府的决心和气势。双雄合体，龙爱侯英，香香斗战。港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炎炎夏日，很多人喜欢到海边玩水。在高雄，距离最近的海滩就是旗津。美丽的海岸风光吸引许多喜欢海上活动的玩家。现在市府将旗津指定为观光区之后，民宿业者期盼能为地方带来更多观光商机。港都热化带您深入了解。夏季的艳阳将海浪照耀得更加光亮迷人，冲浪客纷纷来到海边，尽情享受乘风破浪的南国海岛风情。因为喜欢旗津的海水而来到旗津观光的国际游客，近年来有日益增加的趋势，而且还会一再回流。让他们对旗津流连忘返的原因，就是温暖的沙滩和热情的居民，而在地的美食和渔村风情，也是让游客念念不忘。来到旗津，隐藏在巷弄内的酒吧还有料理馆，充满浓浓的异国风情，也为路过的游客带来惊喜。昨天来一个以色列的，那还有，当然法国啊，日本，我最近韩国人很多，韩国哦，他们会回流，回去还会再回来，表示他们喜欢。旗津海水浴场在每年四到十月的开放期间，总吸引大批游客前往戏水。沙滩上的沙质细软，海水清澈，救生及冲水设备完善，时常聚集了许多的游泳、冲浪和拖曳伞的玩家，成为开放水域中难得可从事多元游憩的海水浴场。包括我们的学生的冲浪课也会在那边来这个上课，还有人玩独木舟，或者是 SUP。就是我们那个所谓的站立式单桨冲浪板，现在外面很夯的那个活动。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在玩这个风筝冲浪，好，风筝冲浪。那在旗津这边，有这些的活动，那事实上有很多的活动是可以好好的发展的。虽然游客现在可以享受这么美丽的沙滩，很难想象在多年前，这里曾经因为海岸遭到严重侵蚀，沙滩流失。经过市府和明代长期共同努力下，办理完成相关海岸线保护工程，才拥有现在的旗津美丽沙滩面貌。透过人工养滩的方式，让旗津的外海会有一段还蛮宽广的这个沙滩，来让游客去在上面游憩。它包括一些比较岸上的景观啦、道路啦、这个广场的一些工程也陆续完工。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硬体的设施，应该是可以带来一些观光的契机。2010年的流失，然后一直到2014年的整个的复旧，那其实救了大概从50公尺到100公尺左右哦。那也慢慢的让旗津的沙滩恢复到过去一样，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亲近整个水域、整个海洋啊。那另外，观光局也筹划了一些沙滩主题的一些设施哈，譬如说它有一个露营的营区，在沙滩的一个类似一个商店酒吧的一个经营。有了美丽的沙滩，还需要观光客的持续支持。根据观光局的统计，2018年春节期间涌入旗津的游客高达188,000人次，在高雄众多的著名景点当中排名第一。人潮挤爆的盛况一扫大陆游客锐减的阴霾，看准旗津的发展观光雄厚实力，市府观光局更在中央修法后，将旗津指定为观光区，开放民宿，拉抬旗津的观光商机。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在中央的法令修正以后，我们就非常积极的，那也把我们的这个整个高雄的这样可以设民宿的范围把它划定出来。那这一次划定的范围里面，其中呢就有包括旗津。那旗津这个地方呢，其实过去我们知道它其实是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海岸线。那市长把沙滩找回来以后，我们有很多水域的活动在这里进行。那同时每一年我们也都会办一些属于这个地方夏天的活动。
动，同时我们有一些场域也经过我们的活化，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很希望发展它的观光。而住宿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地的业者一直非常期待的，是不是能够发展民宿。感谢交通部观光局针对把旗津地区指定为观光地区，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在旗津地区它整个民宿业的经营其实可以在法令上可以松绑的，所以我们也期待旗津地区的朋友除了可以让带动整个自己故乡的整个观光商机之外，其实背包客旅站也是一个很好做国民外交的一个平台了。哦，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我遇过几个外国人，他们原本的行程是要跑到垦丁，然后喜欢上这里，他们就说啊不去了，然后就留在这里，在这里附近找地方住。他们背包客一般都没有预定行程，说明天的住宿已经是否已经订了房。然后如果他们已经在垦丁订了房，他们就会很懊恼啊，一定要走，不走不行。他们喜欢上这里，就会想在这里再多住个几天。尽管旗津海域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在它的美丽外貌下，其实也藏有致命的危机。尤其每年暑假总会传出游客溺水意外，如何加强安全救生维护，是游客和经营者必须共同面对的安全问题。好，那么尤其旗津这边又是一个国际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地点，好，然后它有很好的潜力，所以我们一直在担心的就是水安全的部分。如果你认同爱河是可以有水上活动，认同旗津是有可以有相关的海上活动，我们可以把管理规则做好。这个北侧的地方我们有做了一个划定的范围，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冲浪的爱好者来到这里，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那所以我们当然对于这个地方的水上活动，除了它很适合发展这个水域的活动以外，其实安全的部分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考量。走过沙滩流失危机，也面临大陆游客锐减冲击，但地方业者仍然持续充满阳光和信心，除了积极开创更多属于自己特色的卖点，也在政府不断办理行销活动的推波助澜下，希望可以更多彩多姿的面貌迎接游客的光临。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专题报道。一名女子深夜开车停靠在路边，巡逻员警觉得可疑，上前盘查，结果在她皮包内找到毒品。尽管女子辩称是为了减肥才会吸毒，但说法不被警方采信，还在车内找到安非他命等多包毒品，最后被移送法办。迅雷中队员警上前盘查眼前这名女子，发现她神色有异，果然立刻在皮包内搜出 K 他命。还有没有其他的？那我该给出来了，有自己拿出来了，好不好？员警怀疑车内还藏有毒品，要求女子主动交出。起先她还不肯，员警发出最后通牒，才乖乖把车上其他的安非他命给拿出来。好吧。我跟你讲哦，我哪跟你用的，我比如我就跟你做不同哦。该名女子她说，吸食这些毒品啊，是因为要减肥用。她原先是一。体重有80几公斤，后来因为滥用毒品，体重为了要减轻，所以才吸食毒品，这些是他的谢责之词啊。刘姓女子声称是为了减肥才会吸毒，而半夜睡不着，开车外出，警方盘查路线后，还一度苦苦哀求，拜托民警让她返家顾店。拜托你，好，我明仔再去。无，你家己找我。我找我，我得。我找我，我得去看，伊找。警方查出刘姓女子犯有多项毒品前科，除了劝诫女子减肥要靠运动而非吸毒之外，最后还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她移送法办。港都新闻李嘉龙、王思武采访报道。盐城区首次开办长辈共餐活动，地点就在中原里。里长蔡从明在自家办公室举办共餐活动，吸引不少长辈。菜色营养又丰富，大家一块吃饭，一边话家常，再也不用担心一个人孤零零。午餐时间到，长辈们坐在位置上准备用餐，看到这么丰盛的饭菜，大家食欲大增。盐城区首次开办共餐活动，在中原里正式开跑。有一个起步就是一个好的结果，
啊，当然现在他们所规划的是每周两天啊，礼拜二跟礼拜五啦，啊，在这边非常感谢哦，希望说我们当然也会把这个信息转至给各里知道哦，希望说各里能够也来推动啦。为了不再让长辈孤单在家里吃饭，里长蔡崇明开办一个礼拜两次的共餐活动。第一天正式开办就深受里民喜爱，大家吃得开心，看在里长眼中也很开心。就连打算投入年底市议员选举的女儿，也大力支持老人共餐。啊，伊是拢老者孤苦，拢大家囡仔去上班啊，剩一个大人伫遐，两个大人伫遐，啊，防无照，拢较无迄人照顾。就借这个机会来讲啊，老人共餐，我是讲啊，长辈共餐，或者来家人你来吼，啊，大家聊聊天，就这时间聊聊天，个人用个人的意见啊，个人个人的经验来讲起讲聊天啊，吼，咱袂感觉无聊。其实主要是要让老人们走出来之后，然后可以借由彼此交流啊，才不会大家在处理，大家吃饭，大家看电视，就是很无聊的生活，让他们有一个第二个人生的感觉。菜色营养又丰富，长辈们一块吃饭，一边聊家常，就连胃口也跟。跟着大开，大家做伙食饭，安尼较新鲜啊，安尼较新鲜啊，安尼啦，有这李总会当还办照吼，好做公营的哦，做好的哦，新鲜啊，感觉我真，当然跟大家平安有够好的。未来长辈不用再担心一个人孤零零的吃饭，而是像这样一家人的感觉，和乐融融，谈天又谈心，就是要让长辈们都能健康吃饱饭。港都新闻潘志光、洪静怡采访报道。梅雨迟迟不来，南部水情也跟着吃紧。高雄农田水利会举办107年水利节暨资深绩优人员表扬大会，会长吕文豪除了感谢第一线同仁的协助，让一起稻作顺利完成灌溉外，也希望同仁继续努力，在旱象没有获得舒缓前全力抗旱。庆祝水利节，高雄农田水利会举办资深绩优人员表扬大会，代理市长许立明亲自颁奖，也不忘道出县市合并之后是否一起跟农田水利会打拼的那段日子。弟兄们，吼，来各自来团队来，都有去进步。第一啊，第一点，其实从整个环境的这个改造改善，所以迄个时阵，我们到最后决定不是用胎法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去改善的这个方式。反而是我们跟高雄市政府、跟农田水利会洽谈，吼，因为咱在地较无好，是不是能分三年？我甲你买这块土地，买起来，开辟这个公园，好，所以才会有现在的酸亚拿比的这一个湿地公园。从酸亚拿比一直说到曹公圳整治，多年来是否与农田水利会合作，协助农民引水灌溉？面对今年旱象严重，水利会也率先提出轮灌制度，终于在五月底完成高雄地区一期稻作灌溉。我们的同仁呢，先去做整个调查，看今年的最低需求量是在哪里，然后呢，再配合我们的天候。那这个轮灌制度呢，它今年是奏效，我们也顺利在昨天呢，一期作呢已经完成了。那水位，那么淹较低，那来哎，安尼淹过造过安尼得啊。啊，照过的时阵吼，安尼是比较性，对咱食水量较无遐济，吼，啊，咱的农作物冇食到水，安尼。一改过去，农田水利会今年协同第一线人员，用有限的水资源完成灌溉作业。会长吕文豪对于水利小组长、班长及涨水工等绩优干部义务付出，更是点滴在心头。我们最前线的小组长呢，他是我们最基层的员工，最基层的最前线，他接触到呢，我们高雄的农民啊，还有农田，他对地方是最了解的。那也因为今年的空媒，那也拜托他们哈，大家都有在配合我们，因为这种都是义务职的，他们没有薪水的，他们是非常伟大。非常高超的，然后都很义务职。表扬大会除了代理市长许立明出席之外，包括水利署官员、立委、市议会正副议长等都到场观礼。除了祝福水利会同仁水利节愉快之外，也期待共体时间在旱象没有解除之前一起全力抗旱。港都新闻李嘉龙、王思武采访报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辅英科技大学竞技啦啦队苦练高难度的动作，在 UCC 大专杯啦啦队锦标赛获得全女团体组冠军，创下3连霸的纪录。虽然有队员在练习过程中受伤，但最后靠着毅力还有扎实训练，为这场比赛画下完美句点。
精神饱满的动感女孩们身着红色队服，结合口号、特技和舞蹈，再加上高难度的动作，活力表现超吸睛。福音科技大学竞技啦啦队勇闯106年度 UCC 大专杯啦啦队锦标赛，面对强敌依然完美演出，赢得全女团冠军，还成功捍卫三连霸。队员以及教练优异的表现，全校师生与有荣焉。那在这次这个大专杯的这个团体赛里面，我们拿到了冠军啊！那这个拿到冠军不只是这一次，我们拿到三连霸，连续三年都拿到了冠军。那我想我们的队伍啊，除了展现我们学校健康照护的专业以外，那最重要的是显现一种健康美。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教练黄大福表示，队员为了台上的完美演出，台下是经过一连串高难度的训练，招招潜藏危机。幸亏有学姐学妹互相扶持，让大家的努力有了甜美的果实。学姐带领学妹，然后学妹的那种向往，对，传承跟学妹的向心力，其实在中间过程中，其实学妹跟学姐之间是有很大的磨合，对，因为毕竟一年级他们很多东西都不懂，那学姐他们就一直分享跟他们说比赛经验等等，然后再就是说毕业的学长姐也是在比赛那天全部会来帮忙。资深队员黄思平因为有旧伤，又在练习时挂彩，左膝后方十字韧带几乎断裂，肩膀也严重移位。他本来也想弃赛，但为了荣耀，他还是忍痛练习，顺利和团队共创历史。我因为常会练到很挫折，就是一直被骂，然后一直动作失败，然后就是转身看看队友的，就是眼神里面的坚定，就是大家想要全上的心，然后就会觉得很感动，就是自己也不能放弃，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轻言放弃的。福音科技大学女子竞技啦啦队不负众望，精彩演出展现健康美，队员们表现求胜欲，朝四连霸迈进。港都新闻潘志光、洪静怡采访报道。长辈年纪大，有时候手还有脑容易退化，新青区德生里就为长辈设计手作课程，希望能够活络身体机能。虽然组装过程有点复杂，但在社工的协助下慢慢完成，长辈不仅开心，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阿公阿嬷跟着社工的讲解，一步一步组合着手上的手工艺品。虽然制作过程有点复杂，但在社工的耐心解说下，大家不仅动手也动脑，终于完成蝴蝶造型的灯笼。还有阿嬷开心地说，要将自己亲手完成的小灯笼拿给孙子玩。高雄市有在吃那电花嘛吼，按做这电花，啊，我提当个厝给我那孙啊看，安尼，吃了吼，拢唔知影讲要含啥讲话，啊，来遮有足侪人咱讲话足好啊。新兴区德生里在每个礼拜五都会安排各种动静态的课程，充实长辈们的生活。里长吴三雄希望长辈们可以走出家门，增加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与大家话家常，心情更是开朗。我们社区内底，我呢想到这 idea， 跟引进来我们这个活动中心，啊，做一寡动动脑筋，或者做 DIY， 给亲自来做，动手来做，啊，来这好一步，各一旦搞一寡好朋友。这场 DIY 手作课程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也借由亲手组装活化长辈的手和脑。每个礼拜的课程下来，长辈慢慢进步，不仅反应更快，心情也变得更好。我们是希望说有一些小小的动作，然后配合年节，然后让他们做一做，然后带回家去，然后跟家人分享，跟左右邻居分享。那这样子的话可以邀更多的左右邻居，大家社区长辈子进入到这个学堂来。另外穿着粉红色背心的就是德生里的志工，虽然都是上了年纪的银发长辈，但是他们乐于付出，把受雇长辈当作是家人般照顾，大家相处更是和乐融融。我觉得跟他们姐姐他们在一起，大家都玩乐都在一起，他们看到我也很高兴，我看到他们也很高兴。他们都很努力在学习，而且他们又学得很开心，觉得说来到这一个场所哈，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以后的自己，这是我来这里感觉说收获最多的。长辈们都期待每个礼拜五的到来，大家活动筋骨，敞开心胸。未来也希望德生里能够再办理更多活动，让长辈们受惠。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继续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阴时短暂阵雨，气温24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9到31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洪静怡，我们下次再会。